一个善性循环里面，对了，都对了，都顺，好事连连。但是怎么会才会对呢？你要自身运转了、自助人助天助就转起来了。有很多学员说在腥风血雨前面几次，然后受教了，真的人生改变了，进步了。那天腥风血雨完，有几位学员也是肺腑之言的在感谢我，那不就好事吗？对吧？那么多人刚好抽到你，对不对？然后从你自己的问题，你听了进去，又真的改变了，那就是好事一件。好，所以不管怎么样，所有的这些超码的活动里面，它都有信号的，它都有一些源远流长的含义。你平常有没有感受到？有，好，我先回答他的问题。他说他身体湿气和寒气很重，有喝姜汤，做阳光呼吸法和步骤一二三，还有睡眠问题，该怎么办？湿气重是不是？你就上网看，吃东西不要吃那些湿气重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你说什么东西会湿气重？随便讲，最近夏天芒果湿气就重。对不对？那还有什么？那一缸子吧，你自己去查吧，是不是？我就举例给你听，对不对？再跟你讲，吃的过甜，湿气也重，就连吃过甜都湿气重。所以你看美国人甚甜哦。你看那个很胖的人，他吃的更甜。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很胖人坐在那个咖啡？那个 Starbucks 前面点了一杯咖啡，前面全部是甜点，越是胖他点的越多，为什么？恶性循环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吃的这身体要抛，像抛，不知道怎么形容，抛的，你知道吗？那你说这个寒气也重，怎么搞那么多气重？又是湿气又是寒气。暖气好像没有，暖气就没有寒气了，是不是？来点暖气吧，是不是？讲到有暖气，你心就要暖了，你心要先暖，全身才会暖。你手脚冰凉的人举手，手脚都冰没凉，有。摸一下隔壁，手脚会不会凉？这样给他骗的哪有？赶快，全部修这么好，少许举手了。手脚凉就是血气到不了那个胃，对不对？末梢神经不太好，是不是？超级健康密码里面不就讲吗？拍手掌，有没有？你不相信你手脚凉的人，你不相信啊？你看我那个太阳圣德这个赤脚医生，对吧？一直拍着你的手掌，然后脚一直原地踏步，或者是走路。你看你的手脚是立刻热，立刻热哦，还不是要等很久热哦，立刻热哦。